糖啊，甜味剂啊，都是味觉的一种诱惑。咱们先说物理现象啊，就是这个乙醇啊，它对这个细胞有强烈的灭活作用。比如说我们破了一个伤口，拿酒精要擦的话啊，除了要灭活这个细菌以外，那你要在显微镜上看，我是看过啊，那个好的细胞立马就变形变异，而且呢就是形成了个溃疡，这个就是乙醇的作用。当然了，这个对于皮肤它是不这个是有这个防御能力的啊。对黏膜，你尤其是乙醇对这个消化道系统，你比如现在的为什么直肠癌呀、胃癌呀、肠癌呀、这个胰腺癌呀，我等等等等这些参与代谢的这些器官得极端病的特别的多。你追查他的生活背景，跟酒是有关系的。是吧？我是向这位我们这位大哥请教，关于这个为什么张恩华呀、池尚斌呀他们喝大酒然后就死了？他给了一定的答案。从他的角度，他大学本科学的是医学啊。葡萄酒在古法这个酿制的过程当中呀，这个除了细菌超标以外，乙醇的含量呢，它作为一个生物的这个乙醇的这个附属产品呀，它含量很少。但是现在为了增加口感和人们的这种兴奋度啊，它往往是在家里头在往里头勾兑，这个一般消费者是鉴别不出来的。至于是喝多喝少，这个真的不是很好掌握，关键是乙醇这种工业这个勾兑的这些东西啊，普遍适用于所有的酒，包括葡萄酒、白酒啊。我在深圳啊，或者是长三角、珠三角这个地方见过的作坊啊，他们把这个灌装的这个从你们西班牙这还有澳洲过来的这些这个原浆啊，他们进行勾兑，这是我见到过的啊。这勾兑不知道算不算造假酒，呵呵，反正我也听说类似的事儿了。勾兑什么？塑化剂挂杯不挂杯啊？这个增加这个口感加乙醇啊？有专门的一个植物叫做调酒师，他就凭一个舌头来，这个舌头很值钱的，在一个作坊里头。我再说这个牛奶啊，这是说的多。牛奶里头有一个植物也叫调奶师，这里头的这个蛋白质含量有多少？这个什么什么，这里头说法太多了。他就拿一个小酒瓶子，还有个量杯，不停的在里头来进行这个配比。完了就给入一个很先进的机器，这个先进的机器呢，就像一个缓释的一个东西，隔一什么时间，它就电脑自动打入进行搅拌。所以，我之前做节目也说过呀，中国的这个牛奶，这个质量有严重的问题啊，对吧？这个酒，北方也有啊。他刚才说那个深圳从国外进的原酒啊，然后在那勾兑，那个北方那个秦皇岛的那个昌黎，整个那个县都造假呀，葡萄酒造假，都是那样的。所以你喝的每一口牛奶里头，不一定是从那个牛的这个乳房里头出来的直接这个巴氏消毒的东西，它里头有很多东西呢。所以说，对，再往深说啊，这个有点啰嗦啊。我们喝酸奶说是喝酸奶对身体特别好，千万大家要注意，你一定要看那个标签儿，标签上的你看吧，如果要是他要写纯牛奶。再没有其他的东西了，你可以喝一下。如果纯牛奶下头有很多这个甘脂、脂类的东西、酸类的东西，这个等等等等一些，那20多项，别往口里头送啊！那不是牛奶了，那是一种饮料啊。饮料，哎呀，中国现在所有的产品、所有的门类啊，尤其是这个入嘴的哈、入口的，现在连吃的东西这个问题太大太大了。原来我们家一个亲属在一个速冻食品厂上班，然后搞那个叫什么 IS9001，叫什么，还什么什么 ISO2000 呀、啊，还有什么绿色食品认证啊，什么农业部认证啊。他后来说，就是花钱找一个中介啊，农业部有一个什么绿色食品认证中心，花了钱
弄一堆文件、一堆材料、报表、表格，倍儿漂亮，花了钱送上去，基本上就合格了。实际上你怎么样呢？是吧？这个非常难说的啊。还有在这个提前，还有的啊，我刚才说那个速冻食品厂，就那叫瑞达极冻啊，那个厂子已经倒闭了。他们为了搞竞争，因为比如说春节的时候那个月，它的销量是能占到全年的1/3，那个不管是零售，在超市里边，在终端，然后这种零售场所卖的那个量一下就起来了，而且有好多单位发，也有一些单位发，比如说速冻的什么小馒头、速冻包子、什么速冻的馄饨、速冻饺子，也有发这些东西的，所以他们为了赶这个节气，因为平常你这个到那个年节你那产量达不到，所以他们就提前生产出来放在冷库里，这一放就放一两个月，但是人家都不愿意要旧货，都愿意要新货，所以就把这个生产日期往后打，结果就被同行给举报了，罚了好多钱。但是类似情况其他的速冻的行业也是这么干的，只不过没被抓住而已，对吗？因为瑞达后来他火了，然后把其他的一些什么什么什么湾仔码头啊，什么思念吧，反正好多品牌也是竞争，就是有的时候就是同行害你啊。当然了，你做的本身也有问题，是吧？你说牛奶，石家庄三鹿有问题，北京的那牛奶叫什么来着？那老字号，我们都喝的三元也有问题啊。我的一个客户，那个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国家知识产权局是蒋老师还是哪个老师？姓蒋的，好像他这个买回来那个三元牛奶就坏了。他后来都说他是国家知识产权局的，他都说算了算了，我不找他们了，太麻烦了。因为中国人就是这种差不多啊，算了算了，中国人不较真儿，就是中国的制度都是不较真儿的制度，都是和稀泥，都是稀了马虎，都是差不多，是吧？说是差不多，实际上做出来的事儿差很多，是吧？哎，我也就说到这儿啊，反正就这么回事儿，反正在中国吃东西就一定小心。